第一关我觉得不难，那个跑步机嘛。好，下一位。哎呦嚯 ！What the fuck？ 你为什么不点赞啊？皮肤我抓到你了啊！怎么人人都有这个皮肤啊？真的假的？这是有签名版的是吧？这个是3000的喽。好家伙，把把有。复活了啊！复活，复活加了好友啊！我们联系一下。这什么东西？鞋子？这么有理解？跟我闹是吧？啊，包学 W 的呀？啊？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哎呦！没一出来，一出来他炸了，我操！拉扯的不好，我要是能往后躲一下就好了。其实我如果肥一点，切个金克斯应该还挺好切的。那么又是非常经典的南腔乐塔了。他怎么还敢 A 兵啊？好嚣张啊！还敢 A 兵，找死吧！包月你的呀！还能顶住，战斗尽力了，但是这波不亏啊，对面全是大人头，这该死的光辉好能扭啊啊！你怎么取这个 ID 还真有点纳闷啊、哦？我打这个光辉一个技能没中，纯靠平 A 把他 A 死了。
跟我闹是吧？还敢背我？我不知道。死的有点简单。哪能开吗？我能到。挡一下，挡一下，挡一下！对对对对对，挡得漂亮。好，我先走了。Good, good, good, good. 行动吧！杀戮的欲望正在高涨。给你反上眼了，真是冰个胆。得迂回一下，我身上有布隆的被动啊。彻底消灭。我急死了。啊，他没大。有大我完蛋了，队友刀但凡稍微给点力也不至于这么难打，这他妈炸成什么样啊，真纯靠我一个人打。中华你别急啊，哎，怎么我不在搁那猛猛打，哎，我们都不在那边又打起来了，挺好冲的。这怎么完蛋了？哎，真尽力了，兄弟。主要这疾跑时间太短了，要换之前的疾跑我早杀完了，再给我五秒钟对吧，再给我五秒钟五杀了，哥们真无语。开到不能冲了，不能冲了，走吧，我顶不住了，我没大了。跳走跳走跳走，行动吧，一枪把我血手干出来了。怎么办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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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边装备越来越好了。拿下一个打四个，兄弟。这边金克斯等级跟我一样，
我操！我操！这也能输啊？哎，不是哥吗？这来秀皮肤的啊？没一个评分超过五的。希望大家能够订阅，以后也会在这里给大家带来更多关于我的内容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